帅气又有酷劲，跟过去完全不同形象。志玲姐姐要女团出道了吗？yeah， 不是啦，林志玲为最新广告代言突破自我，第一次挑战酷帅女团风格。这次的舞蹈指定的这个演出呢，在拍摄前我试着去练习这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帅气的舞感肢体，套一句以前自己的广告词，不要再给我打分数了。新尝试令粉丝惊艳，纷纷直呼又帅又美，快成团出道。还有不少人敲碗志玲姐姐去参加中国选秀节目乘风破浪。